你看，小唐，把我那枕箱拿过来。来，您还看他脸色？小牙记，林姐。欢迎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让大家期待已久的北京啤酒大赛的最后一轮比赛总决赛就要开始了。让我们看一下身边的这几位选手，他们都是经过了激烈的淘汰赛而产生出的准冠军。我也要参加比赛，我也要参加比赛。让我再宣布一下比赛的规则。我参加比赛了，就是哪位选手？别拦我！最短的时间内，别碰我！我也他就是冠军了，比他将获得本次活动的大奖。哎，你说得冠军得给多少钱？不会只用啤酒吧？我们的大奖什么呢？我不是来就是冠军将获得由。就是来赢冠军，啤酒，我就是赢冠军来了。还有就是现金1000元，准备好啊！加油！哎，同志，你别喝了吧，你喝多了有点。你管不着。关了。第三圈，好，第三圈，第四圈了，好，好，三了。哎，你别再喝了，你这么喝会很危险的。你躲开！太精彩了！我们的冠军仅用了1分45秒。1分45秒就喝光了6瓶啤酒，太精彩了！我才是冠军！他获得了本次活动的胜利，他将获得由北京啤酒公司提供的啤酒6箱，还有现金1000元。我才是冠军！好，下面我宣布，我获奖的第二名，4号选手，他的时间是。我是冠军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冠军谁打架？你怎么搞的？上打架，这就不行了。你冠军，别那个。你是冠军。好，你是冠军。我是冠军，你是冠军。杀了。我是冠军。哎呦，马大夫，要紧吗？啊，没事吧？哎，啊，口气。以前也会这种情况吗？加油，给他打一针镇静剂就好了。赶紧镇静剂！快点，按住他！快点吧，按不住了！别动，你别动！大妈，您先别急了。您听我说，他平时喝醉了酒，是不是喝点酒就正常了呀？还是您明白，大夫，你快救救我儿子！你放心啊，上担架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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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来搭把手，来搭把手，一起二，走，轻点啊，脚先走的。哎，冬淼，哎，你过来。哎，你给他使用镇静剂了？啊，我给他使镇静剂了。谁让你用的药啊？你有这个权利吗？不是，他这个药以前用过。你听谁说他用过啊？刚才那警察说的。警察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？那你作为医生就要有自己的判断，懂吗？那镇静剂不该用啊。酒精本身对人的精神就有抑制作用，你再给他打镇静剂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你说该用不该用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！妈，你们不能送他去啊！他不乐意去，你们松开他。大妈，大妈，您听我说啊，大妈，您冷静一点。我们送病人去检查，大妈，您听我说。他都病了好几年了，他的病情我清楚。哦。大妈，大妈，大妈，我们不去医院，不去。大妈，您呢？您别嚷啊！您听我说两句，我是医生，你一定要听我的啊。咱们不去医院可以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。行，只要您不让他送医院，您说什么我都答应。好，您儿子现在是酒精依赖非常严重。您是怎么个意思？千万不能让他再喝酒了，那样非常危险，您明白吗？还有啊，马上要把他送到医院去治疗，而且是越快越好。大夫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父亲过世的早，他又是这样子，他是离不开我的，我也不能没有这个儿子。是啊，正因为这样，才应该把他送到专门的医院去治疗啊。您老守着他有什么用啊？那样对他更不好，您说是吗？您好好想想。他喝了那么多酒，你怎么也不拦着他呀？他这是急性酒精中毒，你知道吗？您不知道，他就这牛脾气，胆儿却不大。我们从小就认识，铁哥们儿。您别看他这样，无论在什么群体里，他都只是陪衬。我们今天一起来的，他本来要参加比赛证明一下自己，可是临时来了，却又不敢上去。谁知道在台底下和我比起来，您说有这必要吗？喂，小雪儿，好好好，你在中心等我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喂，啊，赵姐，好，啊，好，知道，再见。安静，赵姐让你上楼一趟。嗯，现在吗？马上啊。嗯。